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，香港沦陷了。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，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，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。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。在我击杀共产党间谍代号余英的时候，得到重要情报，一个神秘人物将来到香港跟他碰头，执行重要任务。什么样的重要任务？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蟬。秋蟬，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个神秘人物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。 他是共产党，趁此机会，必须帮我解决掉这个后顾之忧。